姐妹们，今天吃牛窝骨，软烂又脱骨啊。先来上一杯黄芪党参豆浆。每天早上空腹来一杯黄芪党参豆浆，既营养又能补充蛋白质啊。黄芪、党参、黄豆对咱们女性是非常友好的，姐妹们啊。而且咱家这个豆浆里边呢是零添加的啊，零香精、零色素、零防腐剂的。配料表，姐妹们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特别的干净。这里边只有黄豆、山药、红枣、枸杞、桂圆、党参、黄芪、阿胶，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啊。就是这高那高的小姐妹，你都可以放进去喝啊。59.9块，今天给大家拍一发6盒，姐妹们啊，然后包含一盒试喝啊，你打开先试喝一下。咱这一盒里边，姐妹们是7条，看到没有啊？1条是25克啊，喜欢喝的链接我给你们挂下边，再送你们一个豆浆摇摇杯啊，喝前摇一摇，姐妹们啊，开始吃肉，来上点小料汁啊，哎呀，滚呀，滚呀，这牛窝骨看着没？有肉又有筋。其实我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啊，来个出了芽的大蒜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哎呦，来吧，找点劲头啊。
哎呀哇，哎哇，软软糯糯，哎呀妈，再说不说，这口大蒜还想辣。Thank you.